对，其实我们这边也可以站一排，下一个数钞票赚大钱啊，还有剩钱啊，数钱数到手抽筋啊，好，很好很好很好，好，大家都是一款，哎呦，大家都好像小朋友一样这么可爱。我们新住民的人数，全台湾将近60万人啊！哪里原住民嘛，将近60万人呀、啊，电话电话。哎，妈妈妈妈站着吧，奶奶90岁，不看看啊，站在我们的委员会长旁边。哎，对，跟我们的理事长、卢理事长旁边。好，来，你要吗？我们来，怎样怎样？来到台湾的新住民、印尼的部分呢，总共有3万人口。这一位是巴厘岛，来自巴厘岛的妈妈，传统服装。
那接下来呢是泰国，泰国就比较少见了哦，比较少。泰国呢嫁来台湾的新住民大概就是6000多人而已哦。来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是来自泰国的妈妈们。比较少看到马来西亚的传统服装。
几个小爱心呢？动作。
啊，我一来吼，主持人 Q 我说叫我上来走秀，你嘛较早甲我讲啊，着我嘛准备一双咧吼，起来行起来吼。啊，刚看到这么多的啊，我们漂亮的妈妈穿着各式各样不同的衣服走秀，真的太漂亮了。那也谢谢我们商圈理事长准备了一个这么特别的舞台，让大家可以走秀，让我们的妈妈们可以展现你最婀娜多姿的那一面。恭喜，也祝福大家今天有个愉快的周末，祝福我们的活动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第一好媳妇，大家要看吗？可是掌声不够大声。首先